为什么叔叔你可以来我家啊？叔叔，哎呦，服务图要买的啦，哦，我真生气，我昨天犹豫讲，系啊，肥料变那 K，哎，结果真的没有人买我的那个哎，天哪，我亏爆了，没有人买我的那个胡萝卜，我现在要哭了，我天哪，我卖5000万啊！哎，我要卖500万吧，我就没有人买呀、啊，真烦呢、欸，怎么办呢、啊？可是取消它会退我手续费吗？感觉就不会啊。哎，到底谁在卖练习用菜篮呐、啊？哎，这个好像还没讲哎、欸，那今天讲练习用菜篮。才卖22000欸，下起床图也看一下，那下面有牛磺酸，哦，100个就给人家卖50万，哎呀，哇，我只能说优长假期的，这期就是优长假期的那个吧，简单版呢、啊，就是怎么讲，快速版的那种感觉。因为涨价期它是3D 嘛，但是我就是怎么就是越玩就是觉得越像，这又涨它的重文像比较多，啊对，它有国际版，哎那个谁，这把的话呢，发现呢原来有菜篮这个东西，啊我本来要讲水壶。菜篮忘记讲了，因为本来，我记得之前没有没。平凡的菜篮呢，长得很普通，但很坚固，体力可以节省一。那我们今天就可能就来个平凡的菜篮，然后你就是，哎，我现在没当赢啊，这个没有比较好。啊！哎，我早就有了，所以你是在开玩笑吗？哥哥给杯姐先哦。哎，我教你们攻略哈。来这边一样看什么涨最多。那我们现在可以种到哪边？我现在可以种到葱吧。然后因为呢，它现在涨了166，没真想221耶，应该是青蛙菜没错，但青蛙菜也不用加速啊，因为现在它生长时间这么快，就连加速都不用就长出来了。狗狗又在帮我挖东西，你先看它没有中，你会不会有伤及的？不知道啊，白玩呢、啊？我就跟你说。所以只能单一的种去嘛。就不能一次种太多。难怪我看不到别人都是种很少很少那种。要怎么跟你们讲啊，观众？就是其他人他都是种一个种一个种一个这样，就是他种很少。就不要一次种太多，因为你种太多，像这种就很难照料，它速太快了。直接买162，